来一来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各位青春制作人，里面请。我是本店的店小二，大家叫我小唐就好啦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光临本店吧？那我要介绍一下本店的招牌独家糖酒粥。说到这个糖酒粥啊，它的制作工序可是十分讲究，不能马虎的。首先要加入八颗漏齿笑、活力百分百、绝对甜度满分的白糖食前。然后再加入自嗨不停歇、爆梗不断电、陪你疯个三天三夜的甜酒二两。最后再加入从零开始可能无限、使用初心熬煮的白粥半斤。最后再加入聪明、勇敢、坚定、挑战等等的材料。最后，这碗诚意满满的糖酒粥就新鲜出炉了。什么？你问多少钱一碗啊？那让小唐给你算一下吧。哎呀，小唐也算不过来了。各位青春制作人是第一次光临本店吧？那如果你 pick 我的话，这碗诚意满满的糖酒粥就当做送给大家的见面礼了。现在是9:09，各位青春制作人都是第一次光临本店的话，那小唐送上两句祝福吧。在最好的年纪，对错成败的选择题，没有标准答案，拥抱自己。小唐刚刚毕业就下定决心来到这里，所以也希望各位青春制作人能和小唐一样敢拼敢闯，不负青春。既然各位客官都说味道不错的话，那么3、2、1，糖酒粥铺正式开张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希。我是敖璇。我是周以轩。我是程潇。我是吴宣仪。我是 Justin 黄明浩。我是黄新纯。我是吴晨阳。我是金子涵。祝我们乐华的小师弟们刘琦、唐九洲、张景云能在青春有你第三季中勇敢追梦，取得好成绩，也希望他们继续加油，期待你们的表现哟，可以多多支持他们，一起为他们加油助力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。我是蒲艺兴。我是文涛。我是石凯。Hello， 青春有你的各位制作人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苍奇。我是大佐。我是莫鹤腾。我的帅哥好朋友唐九洲要去参加青春有你第三季了，希望你不忘初心，用汗水照亮梦想，征服所有的观众。也希望九洲好好加油，尽力的去享受舞台。九洲加油，加油吧，唐九洲加油，九洲冲呀，冲啊！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